林郎，帮我续杯茶。今儿给你来个新鲜的。什么都没有。嗯。嘿，嘿，嘿。哎，鸡蛋。这是我的，我早点还没吃呢，装肚子里了，袋子里它就啥都没了。哎，小气，不就吃你个鸡蛋吗？不舍得呀？行行行，还你。 神奇了啊！怎么变能叫我啊？这个秘密啊，只传儿子。你要叫我一声娘，我就教你。你信不信我抽你啊？你试试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赶快教我吧。拿去，啊，先自己琢磨。 这怎么了？没攀上高枝呢，都开始说了。不到就不到，我自个儿到。行，我去喝杯茶。哎，我来，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这点小事怎么敢麻烦您呢，周英妹妹？来吧，我给你倒水。妹妹。 你昨儿还叫我死丫头呢，今天怎么突然变妹妹了？那个是我不懂事儿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计较。来喝茶。今天怎么变那么奇怪？大姐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周莹，哎，周莹在这儿呢，夫人叫她呢。来了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呀，赶紧过去吧，啊，有大好事儿。走走走，怎么？要给我涨工钱了？哎。 是大喜，事儿比这个还好呢。来啦！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其他没变，你依旧在心儿的房里，照料他的起居。 只是月例从200钱给你涨到2两银子，如果生下一男半女，那就升任姨娘。你才来几天啊？夫人老夫人就给你这么大的恩宠，还不快跪下行？夫人，我还是当普通丫头吧。为什么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嫁给二少爷。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这上能由得你想？我自己的终身大事。 我不能行，周莹，那，你真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，别说是通房丫头、姨娘，就算是正房太太，我也不乐意。什么？他还不乐意？你先回去吧。夫人，我告辞了。夫人，都怪我。 这丫头才来几天，还没管教好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娘的胃痛病都给你气犯了？我没怎么样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懒得跟你废话。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想干嘛？行使我少爷的权利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！找死吧你！把他给我拦住！ 你知不知道，我娘本来是不同意的，我去求我奶奶，我奶奶做主才定下的你，你倒好，你竟然敢不答应，你说你是不是欠抽啊你？怎么了？怕？你求我，你求我收你，那我就饶了你。 你敢撞我死丫头！你，我回头臭死你！把门关上。 少爷，你就吃这么一点儿啊？你别闹了，我不吃。吃这么点儿，你要不再喝点麻石子？我不吃。 现在肯定还在这个院子里，你们几个跟我去正院搜，你们几个跟我去大哥的院子里搜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，跟我走。